哎，有藏宝石。掉什么东西？掉什么东西？子弹。哎，爱心烟雾弹。OK， 那我等下来表演一波好了，教你们怎么用。用左的太慢，抓一只龙用飞的吧。喂！哦，敌人来了，有敌人。我跟你讲，烟雾弹先丢，然后直接接个手雷，哈，想不到吧？这丢个火焰弹，这就是智商压制。往烟里一顿射，跳跳跳跳跳跳，一顿扫射。好，没有，在右半部，在左半部，左半部。哦，看到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智商压制。